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制作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空2-9777-138，现场电话台空2-9777-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要来订请的电话台空2-9777-138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到4点。由阮幼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这个王世坚，哎呦，这个名敢那熟悉熟悉嘞。王世坚，是毋是民进党迄个？应该是立法委员伊也是市议员啊吼啊，阿宏记得有够歹个，啊无甲即个共名，啊毋知是啊毋是共姓佮共名哩。伊讲吼，王世坚地下诶，即个丈人啊，地下岳表的岳父就是丈人啊嘛，吼。伊讲哦，冤枉哦，冤枉啊！伊讲哦，我是受害者啦。哦，伊这标题是安尼哩。啊，咱来甲看内容到底是安怎奈安尼呢？那么针对民众投诉，伊咧讲，洪来利的这个里长何应辉啊，疑似涉嫌着甲
杨氏的这个活着的女子姜苗啊，共刀下这个代志。那么，何用开强调啦？伊根本毋知影有刀下这件代志啊。何作辉的这个代志，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拢无的。而且，伊已经就这个代志向大同分局啊咧报案，无希望讲谣言继续啊咧流传啊。哦，这哦，啊，这都是民进党咧灌传的，你，哦，对不对啦？那么甚至的时阵啊，会毁掉伊的这个家庭啊咧啦。啊，是安怎来安尼？啊，倒下还倒下啊，家庭还家庭啊。啊！伊若无做，啊，甲伊家庭哪有啥物关系啊？来，咱继续搁个看好较清楚哩，到底是倒一回事安尼？本刊伫个日前，哦，这社会组个啦，伊用本刊日前接获罗先生的这个投诉，伫个讲何英辉。啊，甲杨女的这个交往，好个吼，啊，搁真侪遍哦，在这个杨女吼去找下卡啦，啊，去收花仔钱啊。因此，杨女伊无倒下数百万块。啊，那么这个李长何应何个吼，应该嘛知影才对啊，对唔对啦？甚至的时阵啊，有可能是共犯哦。哦，这就有人咧定故啊哩。那么本刊向何英辉查证的时阵，哦，那么伊这个何个哦气喘喘就伫讲啊，伊讲吼，我甲杨女吼，因为生理上的这个来往，所以才。熟悉，那么有时阵有啦，有载去 Seven Eleven 的便利商店去买物件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李长实在是真关心，服务里面的孙阿娘，搁载去买物件。我甲你讲啦，迄相吼。我有看到，哦，这个何英辉本人的相片，因为伊个记者有翕啊，啊，甲边啊一张，这个杨女，哦，这个算越南籍的，这个杨女啊，哎，看起来杨啊，佫生侪袂歹，哦，生侪袂歹，哦，啊，所以可能安尼。袂歹啦，啊，所以李长的孙阿娘免费服务，再东再西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啊，啊，你着知影，大部人拢较低格哩，哦，较低格，哦，所以哦，伊讲哦，伊去找什么人，伊拢唔知安尼啦，啊，这就感觉奇怪啊，对唔对？这有怀疑啦，我唔敢讲伊安怎，但是这绝对有怀疑的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每次拢载人去买物件，对唔对？你即马讲的是干呐一件啦，尔嘛？哦，载去啊，这个二十四小时的啊去买物件，啊当然有一边都有两边啊。哦，咱来稍等来看看伊熟悉偌久就知影啦。哦，哦，那单单熟悉一两工的。当然，伊若讲一遍，可能就一遍。啊，你若熟悉几落年啊，你讲一遍，伊毋是讲一遍，伊敢若讲一个安尼安尼啦。但是阿宏伫咧分析，都爱看呐，看因熟悉偌久，再来讲伊到底在即个杨女，吼、哦，去收遐仔钱啦，去买物件啦，到底是有偌久？那么有偌久，有几遍，都知影从伊。对这个杨女，伊的感想，伊的目的，阿芳安尼咧分析，恁
大家听看卖啊，是我安尼咧分析有迄个道理。所以说那呢，但是伊去找啥人，我拢唔知啦。吼、哦，甲啥人讲啥物话，我嘛唔知啊。吼、哦。啊，我是会算安尼啊，敢若做三七啊嘞，哦，人迄个娶小姐有无？哦，啊，我都哦马虎啦，哦马虎拢嘛安尼啊，小姐入去，啊入去会算安尼啊，啊旅即、這个旅馆的饭店，我哪会知因咧创啥？哦，对不对？我都踮咧楼骹咧等啊。哦，那这讲会当过啊，但是你这算你顶白啊呢？哦，你顶白啊呢？伊讲哦，我安怎会知影？阿宏嫌疑的，怀疑的，吼、哦、怀疑。所以我袂直接讲，啊你安怎？你安怎？安怎讲？咱无证据，是会当看这个经过头尾阿宏咧分析，会当知影讲，哎，到底是安怎？但是咱也袂确实讲，啊，伊到这个到底是倒下啊，还是安怎？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因为我的分析应该大家听会清楚才对啦。我的分析应该是十之八九无唔对，那么安怎样？哦，我嘛唔知影哩。哦，伊倒人的花啊，甲我完全一点啊关系拢无啦。啊，这歹讲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有诶着仙人跳哩。对不对啦？有啊，我都无接到你，啊，无接到你那咧录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个人开房间，哦，安尼来讲，大家嘛拢唔相信啊，唔是干那阿红唔相信啊，对不对啦？因为但是哦，罗先生曲写乌函到公所，哈、啊，啊，搁到你办公室，哈、啊，啊来找我。啊！爱我负责，嗯，我嘛已经报案啦。哦，指控伊个什么加重诽谤安尼啦。当然爱看，什么叫做诽谤？伊若有一个这个代志，查啊查，哦，像这安尼有怀疑的，有怀疑这无算诽谤。安怎讲？伊确确实实又在养路。对不对？再去收遐钱，再去买物件，对不对啦？这会使讲十个人起码有七八个绝对有怀疑的，对不对啦？所以若是安尼，这种的事实，一个家庭诽谤未成立，阿宏讲绝对未成立。因为伊毋是乱指控。不是乱讲的就对了，哦，拄仔咱有讲来啊，因为因有熟识，佮有再去收遐钱，对不对？啊，佮有再去买物件。你一个干那里长人尔，你若要再养女的时阵遐侪遍，啊去买物件，那对伊遮尔好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若买别对别个里面的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换种我做检察官，还是法官，我都会处理啊。哦，这是。阿宏的这个看法，那么何英辉就讲啊，你杨女哦，曾经伊手头袂方便，向我借几十万啊，哦，你甲想，李长会当借李明几十万块，啊，你想啊？哦，那安尼，我做伊个李明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阿辉伯啊，哦，伊这嘛是阿辉个，对不对？英辉嘛，我阿辉伯啊，李长伯啊，啊，你嘛唔免啦，无你嘛摕正十万啊来借我都，哦，你借杨女，哦，伊个孙啊，过了十万哩，哦，啊，我做你个李明，哦，啊，你嘛甲服务一下啊，唔免啦，借我十万块就好啊，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伊讲的孙阿娘李明嘛曾经向我借钱，但是钱借出去，
有要收回转来，啊，才阁讲安尼啦。吼，啊，这个旅长袂歹啊，无怪伊咧做旅长。吼，啊嘛，我嘛感觉真怀疑呢。啊，旅长安尼，大家甲旅长借钱，啊，旅长哪有遐济钱？啊，这钱是为倒来，是因祖先放落来，伊也是伊咧做啥物事业趁来？吼，这我毋知啦，伊这无写。伊讲哦，伊。嘛借人个钱啊，吼、哦！伊讲，算讲摕倒转来，摕袂倒转来，才阁讲安尼啦。啊，你甲想，哇，这旅长有够好个、啊，吼、哦，这旅长爸有够好个、啊。但是伊确实无还过我个钱，就无看人啊啦。奇怪。伊讲现在哦，我嘛毋知伊伫倒位啊。即讲号做王世坚，伊一个地下场人啊，哼哼，涉嫌着，吼、哦，遐个什么安尼啊，讲借人个钱，吼、哦，也搁载人去。买物件，搁载人去收遐钱，啊！你家想，啊，这种的旅长，啊，有够巧啊！你讲对毋对？是毋是安尼？那么这个旅长就是有够戆啊！你讲对毋对啦？这绝对一定对洋女有意思，吼、哦，绝对有意思。这是阿宏的分析啦。啊，看大家听了感觉有迄个道理无？所以阿宏无乱讲话，对毋对？我的分析，恁去判断。来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一位同这个网络、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啊！来，听一首歌，讲变小别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远来吧，比人来听破，送阮离别啦，江风对面看。真情真爱，父母无开花，知少妇人啊，热情的心肝。
生变成乌暗天，江边海鸟在云云里，声声咕咕啊，饮酒断肠。